大喊大叫的是王修吗？是。这个王子豪有意思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好球！我这短暂多年，对阵仗之间的变换形势早已不在意，但是这种变换要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也纯属不易啊。对。但是王兄家里有此传人，王兄也能含笑九泉了啊！知不知道什么叫大智若愚？大智若愚就是这种阵型。你看，虽然我们的阵型看着傻了，但是其实暗藏杀机，攻守兼备。翻译队已经连续换了好几个人了，但是我们萨斯路队依然沉稳如旧啊！我们处于上风，他们处于下风。我们萨斯路队现在是非同寻常啊。好球！二女，快给我来个算命信。这叫好，破釜沉舟啊，这是要使出十零零阵型啊。那现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要跟阵吗？不急不急，要以不变应万变。萨斯路队的前锋现在被两人包抄了，对方不得已使出了单人贴身防守，并有一个人协同作战。我们萨斯路队给对方制造机会，可是配合得非常漂亮。现在非常经典，萨斯路队防守意识非常好，右路斜杀及时，球仍然在萨斯路队脚下。控制住了对方的去路啊！对方一记精准的斜穿啊！好球！萨斯路队出现了一个缺口。哎，到底向哪边？技术员是没有立场的。你看，好，好传球，进了！欢迎队进了一个球，这样双方的比分扳平了。扳平了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？没有剪辑你就不要真摔吧。起来呀。啊，他站起来了。吩咐，叫家里啊准备好酒席。我今天城府啊要宴请萨斯一众将士，叫家里啊把东西备齐了。停下！我们要先向观众致谢，没有观众的支持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，我们的队伍就不会胜利。好，来。这个王子豪有点意思。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，这才是足球比赛真正的意义。你们付出的所有努力，所有辛苦，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。这个王修还真有点能耐，派人去跟下边招呼一声，明日邀请王修和他的几个朋友来府中做客。是。今天观众为你们欢呼，而我也为你们自豪。你们是今天的英雄！英雄！刘老兄啊，哎，今天那个程老爷子不是要宴请嘉宾吗？是吧？你叫他们赶紧换换衣服，赶紧回去准备一下。别误了事儿，别误了事儿，我也回去。好，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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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，痛快呀、啊！真是太痛快了，比打了胜仗还痛快啊！来，大伙儿干一个！干一个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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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敬老侯爷！干干干干！啊，子豪啊！哎呀，你小子了不得呀！又发明了足球，又有了自己的阵法，不把对方打得片甲不留，那都新鲜啊！我再敬你一杯啊！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好、啊，哎呀，你小子行啊，还学会谦虚了。来来来，我再敬你一口啊！我再敬你一口。嗯嗯，好，好啊，子浩，大伙儿吃好喝好啊！今天打赢了比赛，酒肉广告啊！谢谢老爷。哎呀，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啊。那我不就来献丑一段，给大家来一段武术表演，怎么样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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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刀来！哎呀，嗯，我老程家没看错人吧？啊，文武双全呐！献丑啊，献丑！子豪兄，你这是深藏不露啊，厉害，厉害！啊，既然子豪兄都表演了，那我也来助助兴啊，为诸位吟诗一首。好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泪下。大好日子，你他娘的泪下什么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应该泪下的是番禺队嘛。今天我们萨子路队旗开得胜，应该举队欢庆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再敬各位一杯。啊，那再吟一首吧。他娘的，刚才就念错了，还饮呢？罚酒三杯，来人，范大文。喂，哎，给老兄弟。好，那先干为敬啊！啊！嘚一嘚笑，嘚一嘚笑，我还嘚一嘚笑，我就嘚一嘚笑。夫君，夫人，真是想杀为夫了。你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提前了？妾身放心不下夫君，所以提前回来了。怎么一身的酒气啊？快进去换身衣裳。哎，夫人操心了，今天我的球队赢了，成老国公请我们喝酒，就多喝了几杯。可是夫君不是随球队比赛吗？怎么二女也跟着去了？啊，今天是我执教的球队的首场比赛，我看他在家待着怪可怜的，就带他一块去了吧。你下去吧，我跟夫君有事商量，不用伺候了。如今这丫头怕是不能再当丫鬟使了吧？
明天我给夫君再新找几个来。哎呀，咋不能使唤呢？今天无非就是给他换了件衣裳，夫人多心了啊。妾身可没多心，怕是夫君有什么心了吧？没有，真的就是件衣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给夫人赔罪了。赔什么罪啊？二女是妾身让她回来的，这事儿我早料到了。哎，明天我再多找几个丫头过来，给她也备一个吧。嗯。啥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不想后宅再来丫鬟。这丫头从小跟着妾身长大，别看她平时不说话，一副傻模样，这心里面啊贼精贼精的。她的意思啊，妾身全都知道，夫君别被她蒙了。我刚还跟夫君商量呢，如今啊怕是不能再使唤你了，明天我去多挑几个丫头来，给你也备一个。不找丫鬟怎么办？难道还使唤你？这不合情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找几个丫鬟住在倒座房，有什么事儿喊她进来？就你鬼心眼多，我也嫌人多了烦，怕丫鬟们气坏心。嗯，二女啊，你快去烧水吧。啊，我洗完澡好睡觉了。你别睡，我有话问你。哎呀，有什么话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别睡，起来。这起来。哎，不起。起来，不起。起来。夫君。夫君昨晚没碰二女吗？你咋知道？这还瞒得了妾身？夫君刚才的表现全都告诉妾身了。那就请看我再一次的表现吧。这个生产销售可是至关重要的环节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尤其是这个财务一定要安排我们自己，盯紧陈家的人，避免其舞弊现象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哎，夫君所言差矣，都是一家人，何来的贼啊？啊，是是是，我刚才说错了。让胡先生当总会计师，尽快安排约见陈老四女士。瞧你俩那神神兮兮的样，我妹妹至于害咱们家吗？至于那么提防？这个亲戚是亲戚，生意是生意，严格规范管理才能使两家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。要努力的降低生产成本，保证生产质量，提高生产效益。这个效益提高了，就会促进大家的生产积极性，提高花露水的知名度，这样才能使陈王两家更加亲密。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。月月月圆，逢月半。哎，马上又要到中秋了，夫人有什么安排？我看夫君因为球队跟花露水的事儿，忙得都没精力了，全府上下都在做准备，难道没看出来？没有个家乐福就是不方便啊。哪？哎，没什么，要不然明天我陪你上街去采购一些应景的物件。不用，夫君还是忙正事重要。哎，侯爷，您请。那，好，你旁边来。嗯，侯爷。嗯，这个地方啊，本来就是陈家的产业，但是根据侯爷您给的规划图，怎么着也得一个月才能改造完毕。二女说怕延误了，就领着工人们先制作了起来。啊，没错。商机很重要，延误不得。还顺利吗？嗯，顺利。夫君，你看看，照这个进度，还有几天才能上市啊？两天。你们闻闻，这和酒花玉露没什么区别吧？是啊，上次那个李太太还说什么“此物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，这下她该难堪了。可惜了，我没有买到，很快就要断货了。别急，新货过两天就能到了。出新货，必须出新货呀！九百两，
900两银子，这要是穿起来烤羊肉串，得烤多少啊？那夫君不如多放些银子吧，用到家里在中秋节的花销。放，放啊！你们俩给我记住，能花3两买货的人，绝对不在乎再花3两。我们做生意的宗旨就是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嗯。来喽，来喽，原材料来喽！你们可算是来了，快快快，都抬那边去！我一大早就往过赶，这把老骨头啊，都快累散架喽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您来挤提这个，提提神。哦，怎么样？哎，真是神药啊！哎呀，这几天啊，把二夫人累得是连轴转，这紧赶慢赶才把这些原材料给弄齐了，这下够用了吧？不够，不够呢，这供不应求。您可知现在外面都怎么传着？咋传呢？这没有花露水的夏天，它是不完整的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好！您瞧瞧，瞧瞧，我们这几天可不轻省呢。前几天连拉货的牲口都累得撂了蹶子了。得，我这就去给小侯爷报喜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让二女多准备点这原材料，越多越好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姐，姐夫，哎，我找二女商量点事儿，这几天忙，晚上就住你家了。走，二女。哎，太没礼数了，都是我妈惯的，嫁不出去可怎么办？人家老四都不着急，你老跟着着什么急啊？这东西扔地里能长出来吗？能啊，就是结不出果子来。你要种它呀？俩人也不知道神神秘秘的聊什么呢。花露水能挣不少钱吧？不是，你这也太跳跃了吧？花露水那边利润不错，钱叔说了，按照这样的行情的话，年底能过个好年。哦，咱府上已经很久没添置过东西了，等手上有了活钱，咱置办些吧。夫君的名声现在日益彰显，来府上拜会的客人越来越多，这也不能太寒酸吧？夫君还没在府上宴请过宾客吧？哎，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。你说秦玉这小子，一天跑我们家来8回，弄得程初跟崔章也天天跑我们家来凑热闹了。还有那个杜国公的长子，自从杜家蹴鞠失利之后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又听说我兵法如神了，然后这个3天2头的来拜会我，天天给我讨论国际局势啊什么的，快50的人了，天天给我称兄道弟的。我特别扭。哎，行啊，你想置办什么就置办什么吧。夫君，齐郡主在南山置办了一个园子，妾身应邀去过一回。那儿啊，冬暖夏凉，风景极好，实在是宴请宾客的好去处。妾身也想在南山那儿买一块地，盖个房子，这以后夏日炎炎的，夫君也好有个避暑的地方嘛。嗯。夫人打算的还真是长远啊。好，那就按你的意思来。反正园子这些什么东西呢，我可以算是一窍不通，就听你的。夫君一口答应，当让妾身无地自容了。其实妾身想买园子是自己……哎呀，好啦，别有顾忌。再说了，咱们家现在来往的宾客那么多。夫人呢，又是巾帼文豪，要执文坛之牛耳，怎么能不弄个光鲜的地方招待客人呢？岂不是扫了夫人的面子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脸还红了，还，疼，你好好说话。小侯爷，秦玉来访。你看，这小子又来了吧？王子豪在这一集中冒充足球名将，到处杀经验，引得大唐一众名人目瞪口呆。在下一集中，他又将发挥他吹牛不打草稿的功力，在与未来名将秦玉的交谈中引入近代军事兵法游击战这一说法。
让秦玉惊为天人。另外，二女也将曝光她的神秘身世。房玄龄是我爷爷。房玄龄。我此生。